虾皮是什么？虾皮是。所以你先用铅笔，哪一支铅笔啊？哪一支铅笔？这支。哦，里面盒子附的。OK。然后呢，描出来再用虾笔，然后那这些黑黑的就是虾笔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这是这不是虾笔，这是另外一个黑色的，是、哦、彩色笔里面的。OK。那这是一个什么 ？Butterfly。OK。怎么画呢？因为我以前有画过。你以前有画过？嗯。那是最后的颜色了吗？没有，我要找。你给我最后一个图吗？长黄。还有蓝。你可以告诉我现在要干嘛？Let's do this. 为什么要拿五个颜色？